哎，我就想问问谁能给我解答一下，一次都没落啊，已经检测了就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轮了啊，但是每次都没落，放心啊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每次都做核酸检测啊，每一次都没有问题，还检测到什么时候啊？你这样配合，我还会配合。但是我就不知道检测到什么时候，非得检测出来阳性为止啊，还是说得有一个数，有个头儿，啊，有没有个目标啊？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哪个领导能解答一下，像我这样的应该有很多，啊，大家也不问，也问，不知道问谁啊，问题是吧？所以说我。反正我也只能代表我自己吧，我不能代表任何人。我就想问问，这个都检查二十轮了左右吧？你现在我原来还记得，现在不记得了。就是检测到什么时候，是吧？检测到什么时候算完事儿？是检查出阳性为止啊，还是说检查多少轮为止？现在买菜买不着啊，给了 N 多个电话打。不是没有菜，就是不让卖，那怎么办呀？是吧？老人孩子怎么办？谁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？哪位大神儿，哪位领导解答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等啊，我一直等。完了还不让出屋，是吧？我现在一直都配合，啊，不止我配合，我相信就是很多人我也看了，很多人都在配合。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啊，我现在就等，等谁能来解答我，好吧？